说 AK 跟我 PK 爆破团队消费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条条，来吧，赛季已经更新了，还在等什么？先来一把定级赛。来吧，看看这把定级赛给我们出什么地图啊。如果出运输船的话，说实话输了我只是冒吃屎，如果不出运输船的话，输了的话属于是正常情况。因为这个运输船这个地图啊，说实话大家知道吧，真的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说实话轻轻松松简简，我去沙漠 TD 啊，沙漠这个地图啊，不好说，这是个方块地图啊，不好说的呀，对吧？不好说，没事，咱们来试试看吧，好吧？哦，是个这个地图，我去，还不是我说的那个沙漠，天哪！我说那个四角形那个，中间一个桥，那边一个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说那个，对。但是这个地图就有点脏了，大家知道，这个地图这个乱七八糟的，还得往前冲，就有点难受了，大家知道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难受，我感觉这个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好，快点，老公。喂，起风之子，你看我就知道出现这种情况，脏死了，上来一巴掌就把我拍死了，你个老屌真过分啊，脏死了，你个老屌要还来这里射我就弄死他，我就要再来这里射我真的就有点生气了，大家知道吧，把我气死了，喂，来人让我弄死你，快点，对，哎呀我去，一枪没挨到，卡了那个墙那个棍儿一下，哈哈哈哈。不过现在这个战绩是真的漂亮啊，这个战绩是真的漂亮呀，一脚我来脚脚弄死他，我去小手枪都能拉人干吗，天哪，对面的人是太喜欢玩副武器了吧，不是小钢炮就是弓箭弩，哎呀老表，我去，我真的是武力吐槽了，兄弟，咱能不能来点正经的武器，哥哥给个这个公平竞技的机会，对不对，给个机会，哈哈，大炮都上来了，都天哪，这都，哎呀老公啊，什么鬼，我真的是承受不住这种打击了，在这儿先是你，我让你，哈哈，我让你努，我先来你个双杀，而且他们光来我这边，大家发现了吧，他知道这边人多啊，全在这边，脏死了，我穿死你，你信不信，哈哈哈哈，他没看见我，天哪，穿不过去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他们来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，哦上来了，天哪上来了，我要喂，起又是这个风之子，我去掏他们屁股吧，好吧兄弟们，这次咱们往那边扔个烟雾弹，然后咱们不走那边了，咱们从侧面抄过去，要我不走你，你还敢跟我找份儿？你还敢跟我找份儿？兄弟，你胆子不小！我去，82！哎呀，我发现我人家那边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封边技术是真的强。用不怎么样的封边，就是也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从那边走，都能找到人家的人的，都能看到人家的人，这个就非常厉害了。来，掏屁股，对。弹无虚发，对 ，nice， 就是这种感觉的，知道吧？掏屁股果然管用啊！一个，两个，还有没有？没了！掏屁股太脏了，辣椒哥，你竟然敢掏人家屁股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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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老公！98。这样子战绩就上来了，对吧，要不然我们这个战绩啊太逆风，这转了两圈这个战绩杀了5人，最起码直接战绩追平了，对吧，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个负战绩，特别尴尬的那种，而且是特别尴尬的那种，就是被人怎么打死都不知道，就是被人打死都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特别菜菜菜，他不需要理由，对吧，他不需要理由，我去跳他头上了，我发现对面的人全是拿的那种弓箭弩，可惜我不怎么玩那种武器的，因为那个武器太过变态了，一枪就死，你不给我这个打击感，我要打击感，我老公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玩，哈哈哈哈，当然我要找一个好听一点的借口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有闪光弹，我第一次见团队竞技还有玩闪光弹的，我去，什么鬼，我去，一个闪光弹给我干嘛了这边，太脏了啊，有点过分，说实话，年轻人，行，你等着吧。